那因为我们第二期卡是总归下联九分嘛，哈，所以大家分数应该是有大部分同学都比较好，所以就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成绩的分布情况。那有几位同学呢进步了很多啊，第一次大概考的不是很好，不满意，第二次大概考的非常的好。那一个小部分同学第一次考的还不错，第二次就跌了很多，所以有上有下，所以这个人数其实差不多，但是那个名单不太一样。那在这边只是提醒学长姐，你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有危险啊。那其他我们换三个同学也是一样，自己看一下啊，自己成绩的话。那我们期末的话是110分，总共是110分。我们请同学们一定好好准备。那班长，我们考试的时间是下礼拜四，也是7点来开始。对，第三节第四节应该考试，是吧？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提早7点半开始。那班长要前一要确认的时间，那个你确认确认一下，就那开门的不要睡觉啊，对吧？好，那各位同学呢，对第二月考的这个考卷啊。那同学还是会来看一下，我还是希望同学能够来看一下，什么地方你觉得不是很恰当，可以扣分啊等等啊，可以来了解一下。OK， 那这是有关我们考试，我们考试的范围的话，都知道啊，是 GC、LC， 然后 SFP。还有这一项 C， 因为有4分嘛，那我们教过的有的部分我没有教的部分当然不在考试范围里面了。那考试的类型跟明清考试应该是一样的，我想各位都比较熟悉了，好吧。那我们这一段的电泳毛细泳电泳前面讲过多了嘛，所以这边放我们跳过去了啊。对。那我们上一个讲最后的地方是讲到，我们这一段有这个，就我们有一个毛细管，里面还有 electrolyte 八分多水，如果在两边加一个。到变场之后，那你有两个作用嘛，就是有两个这个机制呢，一个产生的是所谓的电渗流，应该叫什么病，它是带着整个溶液从正极往负极，整个溶液呢从正极往负极，所以它相当是一个泵，相当是一个泵。那另外呢，是另外一个是有这个电泳机，应该说 Voridic Flow 电泳这样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电泳的话呢，它就看你物质本身啊 ，species 本身，你是带什么样的 charge， 正 charge、负 charge， 或是没有带 charge， 它受电场。吸引力、排斥力的影响，我们做了这样方式运动，我们用了运动的快慢，的箭头大小代表它动的快慢，移动的快慢啊。所以在毛细管里面施加电场之后呢，增加了施加电场之后呢，你会有两个这个电渗流跟电两个这个作用力。同时发生，所以你看到的当然是一个 total 静的一个移动速率，这两个你加在一起，你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通常在给同学讲的时候吧，就是它会动，整体会动，是变色的。但是整体动画只是一个画面，它没有分离效果，它只是把整个面带过去，从一个方向带到另外一个方向。那你分离的话呢，是要靠电影。那电影分离的话，那就跟它的 charge， 跟它的 charge 的数目，跟它的 size 是有关系。所以我说是 charge 和 size ratio。那这个 size 当中的 mass 是通常是正比关系的啊，所以 charge 和 mass ratio 正确的就是 charge 和 size 的 ratio， 来决定它分离的效果。这边同学没问题，上镜和讲这边好。那一般来讲，一般的啊，那电圣有它的速度，移动的速率要比电影的速率要快。所以虽然这个带负电荷的分离子，但是电影的方向跟电圣的方向是不同的，相反的啊。但是一般的情况，电圣的比较快，所以大家会被带走。虽然它在里面移动速度很强，但电圣的比较快，它最后还是从这个正极啊，被移动到负极，被带出来。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看。那这次讲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作者的表示不太一样，这个是。真正看到的结果大概会是这样，是线索还是报酬。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继续往上面看。毛细孔电泳它的这个电圣，我们说它会带动整个溶液在毛细管里面从正极往负极移动，相当是一个良性的化，没有错。那但是呢，它比这个泵推动容易呢，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是泵，我们在说 FIA 的泵推动 ，HPLC 的泵推动容易。那这个泵推动容易的时候呢，在这个 tubing 里面，它移动的时候呢，我们一个管壁这边啊，它摩擦力比较慢。中间的地方速度比较快，就整个 profile 你看到的这样移动的 profile， 前面这个是比较快，中间这个区域比较快，旁边比较慢，是一个抛物线，而抛物，一个抛物线的一个移动情况。它用泵来推动，假如说我们叫做 hydrodynamic 这样一个方式推动，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毛细管里面，这个电渗流呢，它一样带动溶液从正极到负极移动。我们看到的，这个它这个整个移动的时候呢，这个前缘不是一个抛物线，是一个接近平的平口的地方。那这样的话，跟抛物线好有什么这个好处呢？就分离来讲，分离来讲，你平衡的话好的话，那它的这个柄变宽，那个联动性啊，要比用泵推动那个抛物线的柄那个变宽的那个效果，这个比较严重，这柄变宽，因为就是它这样推动，这样的一个形状，就让你柄变宽。那这个的话呢，也会变宽，但是没有变粗。好，这是你们要知道的，这个虽然都会带着容易跑，一个是凹陷，一个是平口。但是我们书本不错的话 ，Harris 那个这句话的个人作者讲同样事情是类似的一个画法。那通常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在课本里面或者是 paper 里面，我们就这样子来叙述和解释，那应该是平的变色流，这个
如果胖推动的话，它就感觉这个流动是凹陷。那通常我们这样子讲的话，很多人会质疑了，真的吗？好，真的我们看到就是这样。所以说有人就做了一个实验，真的不做实验，就看是不是真的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实验，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就有照相机照下来。那左边那个是用胖推的，还有两年以后。那这个里面呢，是在毛细管里面，它的内径是100μm。右边呢是来做好什么动作？变色的，它的75μm直径的毛细管里面，这两个毛细管。每个变色流，你可以看到它在移动，从零的 millisecond 开始，电脑一加呢，它在66 millisecond、165 millisecond， 它移动过程里面的确啊是平的，就是你的一个 plot， 就这只毛细管的话，你这里面这是你的一段你的样品的话，它的电脑影响变成了带动它跑，它整个是平的。那有没有变宽呢？你可以看到它会变宽。那我们再讲这个，separation 就讲到 magnification， 有纵向扩散。你可以看它跑的话，仍然是有扩散，向哪边扩散？这个肉就带宽还是原来比较窄，这边比较宽，但是它平的。那假如说是胖带动的话，它是有。你抛个线，可以看很清楚，所以这个做这个实验的人就要证明说，的确是跟我们预测的，或者说我们理论的描述的是一样的。另外呢，实际它是一个分离的方法，那它相对于疗效来讲，我们通常会讲它有一个好处啊。什么好处呢？它的这个理论板高，对不对？应该说理论板数啊 ，n 值的话是理论板数啊，是要比 HPLC 要多很多。也就是说，分离的效率会比较好。那 n 越大的话，分离效率越好，就是说你的壁越窄。那这个地方，这个作者呢是 Harris 这本书，他放了一张比较棕色的，就是。毛细管电影得到这个壁，然后旁边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比较宽一点的这个壁壳是 HPLC 得到的。那理论板是等于92000一个视线影响，对他们的这个 thick broad 这个情况，宽度呢是差很多啊。那么为什么在毛细管电影里面呢？它的这个理论板数放的比较。高比较多了，那壁度比较小。那还是回到这个 magnification， H 等于 A 加 B O U 加上 C U， A 这一项是你的分析物的，经过你的 pattern material 就中间的时候，你不要管它有没有作用力，你的作用力是另外一件事。即使没有完全没有作用力，它因为走的途径不一样，所以它会变得变宽。那在毛细管里面，它没有这个镜像，没有填充颗粒，所以它 A 字像不存在。另外呢 ，CEO 的话呢，可能是你的分析物在镜像跟动能之间达到平衡，平衡的快慢。它在这个毛细管里面没有镜像，所以镜像也没有影响。就是说，在 HPLC 里面的话，它因为有颗粒的镜像、颗粒表面的镜像，所以你三项都要达到。毛细管电泳的话，中空的话是一个中空的毛细管，这里面它没有镜像，那你就没有 A， 也没有 C， 只有这个纵向过程跟空的移动过程里面，你们都常的从两边向两边过程，这个考虑。要逼这一些，你看你七个没有，那 HPLC 的话呢，三项要考虑，多了两项，
表示他的这个病会三样都考虑的话呢，病的肝的话都有贡献。然后另外呢，就有这个低肺效，所以它一般来讲都要比低肺效是要好。免疫力虽然，所以我们讲说毛血病有哈，那么这个 Z 什么意思？我们待会儿再讲。这个 Z 呢，就指到毛血管里面空的，有中空的毛血管，没有放进镜像颗粒，没有放，没有里面没有填充颗粒，也没有放任何东西，毛血管是中空的，壁上也没有固体的东西。那这样一个毛细管电影的话，它的优点，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 separation efficiency 非常高 ，N 值呢是比这个 HPLC 要大很多，通常这个大于十到不知道十万。那另外呢，你的 reagent consumption 就是你做 HPLC 的话呢，会有 normal phase。一直在冲的，对不对？每分钟一毫升。那毛细管电泳的话，这个一毫升可以做一天的实验，很少，而且需要的reagent非常非常少，因为毛细管很细嘛。那整个体积在这个 microliter 整个装满的话呢，这个 microliter 不太够。所以你做一天实验大概也是几毫升就可以了。就 reagent 很少。另外这点很重要，它的 sample 的需要消耗量也很小。比如在 LC 的话，一个 sample 3个物质20 microliter， 那对你们来讲，用20 microliter 可以很小了，不到一毫升，不到0.1毫升，0.1毫升是100 microliter。那你们打 LC 的话是20 microliter。那在毛细管电泳的话呢，它是小于。十个量的低的，非常短期。所以对你，假如你量你能保备了，你量你呢就100 microliter不到，做比毛细管电泳还是弱一点。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毛细管电泳它的优点，一般讲这三个是很明显的优点，跟你的一些标签一些。接下来，那我们就要看整个这个装置里面啊。我们已经看过装置，装置图呢，牺牲者，毛细管放在两边啊，就放在你的手腕，marker，我们施加的，这是你需要施加那个高压电场。正经的东西，植物性的这个变色瘤带的正经的不行的，结果那你需要离开。那我们在介绍这个仪器的时候，没有讲到你 sample 怎么放进去。我们做过机器实验打进去，做过 LC 实验打进去，连 sample injection 的地方，我帮你把上面打进去。那你仔细看一下啊，我毛细管在这边了，那我sample怎么进去？你要打sample，那sample怎么进去了？那我们有几个方法，基本上大分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用我们原来的装备，用电压的方式，叫 electrochemical injection。电动的 injection 这个方式 electrochemical injection， 也就是说，既然啊，我们加电场，电生流呢，就会把人类从这个正极呢推到负极，想带动到负极。那我现在做生生物的时候呢，只要把这个 electrochemical 拿掉，换成我的量子生物程序放过来，那加同样的加开这个。这个电脑是刚上去的，一样的电磁流会把你的三分钟
抽进来，推进来，变色的地方 sample 来推进来，所以这边有画 sample electrolyte buffer for sample， 就指的说，假设你用这个电动 electrolyte 来引接进来，就把原来的 buffer 换成你的 sample， 一样的施加电量，变色的把它带进来，这是一个。那很多实验室也是用这个方法。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就是第二类方法叫 pressure injection， 加压的方式，就是让你的入口跟出口端呢有一个压力差。那这个方法想当然了，一个呢施加压力，那就在你的入口端这个地方呢给它一个压力，把它压进去，它就进去了。那入口端不加压，那就在出口端呢抽，出口端抽出来，所以这个 gapping 的意思就在出口端的地方抽出来，用这个 gapping 的方法抽一下。所以左边这个 pressure 是用真的加压，它通常是通一个气，有空氮气在一个密闭的 cell 气压把它压进来。第二个在出口端，那用抽真空的方式去抽一下，把它从空腔呢抽过来。那这两个都需要去做事情，加压或者是抽。第三个的话呢，是靠高度差、重力，对吧？你的入口端呢还高比如10公分，那它就有一个这个高度差，它自己就靠重力呢就流进去了。所以这些方法目前都有在用，各位知道一下，这些方法都在用。那同学没问题啊，这是我们王学的电影，怎么样去让 sample 进了这个系统，用 electrochemical 引接，用电场的方式，或者是靠这个压力。没问题。那接下来是侦测器。那目前来讲，你去买这个仪器的话，现成的仪器目前已经有市售的仪器了。最常用的还是配给你像 HPLC 啊，配给你这个 UV Micro 测吸收度的这样一个平台。这个，你如果不特别去提的话，它带给你的啊最常用的一个模块的放在这个地方，这个 UV Micro 测吸收度的。那另外呢，也有是市面上在卖的，就是荧光的，这个地方就换成是荧光的。你是放在这个地方，出口端的地方，是有荧光的。那另外的话，像纸谱，大概都是自己实验室，因为整个装备这个，设置。把它装备起来啊，很简单，只要有一个高压电场的电源供应器，然后去买毛细管就可以做实验。那至于说 detector 的话，那像这个你需要自己去准备了。那像这个纸谱的话，你就先这个 electro spray， 它就前面用泵可以把前面那一段换成毛细管，用高压这个电场加上去，它就是一个 CE 的接。直谱的一个侦测器，这里面做实验嘛，一般就是可以，没有错，就是一般就是可以。直谱的话，它就是后面的直谱，还有中间的界面，就是一般就是可以。那像我们现在是电化学的话，那就自己去设计一个电化学的电极，三个电极放进去。那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呢，不特别再去讲。
这些你刚讲，那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给吸收的用于 Vitor 吸收度的一个侦测器。那我们这个地方去比较一下，这些呢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几个侦测器和侦测法，那去比较它们的 detection rate 侦测极限够不够低。一般来讲，荧光、紫谱跟电话学侦测极限都还差不多了，都还算比较低的。那 UV visual 呢，它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低，所以你说比它效率不够低，相对其他三种它都比较高嘛。那有人就一般讲是灵敏度不好，相对三另外三种这个侦测方法来讲，它的比它效率比较高，没有那么低，所以一般讲它的灵敏度不好，也是事实。那我们下面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所以早期的时候，在那个这个 CE 呢，差不多是15年前开始受到重视了，很多人听说有像现在的纳米，对，可以的纳米的技术。因为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呢，没有做过，所以是一个新的领域，大家都抢进去了。毛线电泳这个技术15年前开始呢，受重视之后啊，研究了很多。但他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UVB， 我刚讲它的这个detection rate不好，原因是什么呢？各位看一下，对你们来讲你很熟悉了。光源经过这个水流波浪之后，通过这个毛细管，然后到这个detector。那波长当时设定，看你的分析它的最大吸收波长在哪里，但是呢，你的吸收度还是跟那个 Bayes law 是有关系的。你的吸收度呢 A、B、C， 其中这个 B 呢就是你的光径，那这个光径这个 B 就是你的毛细管的内径。那毛细管内径呢，一般来讲最初大概100μm，一般是70，最标准一般都用70μm。它小于100μm，就小于0.1μm，小于0.1μm。各位知道，您在做 UV 实验的时候，它的那个 cell 是10μm，一公分10μm。这 LC 的话，你这个光径它叫8μm，这边是小于0.1μm，所以它的这个吸收度呢，当然就下降了。降低100倍，小了100倍，意思所以说它的侦测极限不会好，因为你的光力太短了。就早期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想怎么样去增加我的光径，所以下面这个课本的图啊，课本的图呢，这边是讲说你的 B 太小太短了，所以 你必然的啊，就是没有办法的，你的底台线就不会好。所以这张图呢，是早期呢在研究的人，他想办法去增加你的光径，像这个轮脉，弯一下，变弯，弯一下，它很像 LC 的那个 cell， 但这是毛细管本身把它弯下来的，所以这个弯到了3个厘米，那另外一个呢就把它吹。这一段要去光经过的地方呢，一加热吹一下，变成一个泡泡，变成一个球状，让光径就变得比较长啊，比较长，但没有多长，比你这边大概2倍到3倍而已。那这个比较厉害一点，它让光呢在里面反射，反射再反射，就让它这个光径呢经过很多反射呢，让变得比较长。那这些呢，都是在做研究啊，他们也在用啊。刚刚在市面上卖的，像这种已经在卖了。可是这种的话，这个电毛细管是10000块钱，断60公分长，这样弯一下，
这种毛细管你必须要跟他买，你自己做不出来，一根六十这个一万块钱，然后做实验做实验呢，不小心了，做两次就断掉，动一下不小心就折断，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对这个做实验的来说不是很可怕，好吧？这个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下，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数率，因为这个本身用 UV visible 去测的话，跟这个光径有关系。那我们的毛细管通过细，所以它的观察天生的不好。那刚刚变好，你需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些都是做实验的研究的，他自己想到一些办法，试出来证明有效啊。那但是不是实用？不见得啊。所以很多人做实验还是直接就是通过它而已，管就管了啊。用别的办法来研究。好，那下面呢，介绍这个一个侦测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一般的侦测，都是说你的飞秀本身呢，在某个波长有吸收，所以我的这个侦测波长就选设定在这个吸收度最好的这个位置。当你的飞速经过的时候呢，它会有吸收，所以背景吸收度不大。有飞速出来的时候，它通过的时候呢，它有吸收，所以看到一个吸收度的增加。所以你们做实验的话，现在一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那一样的，如果说你今天做一个分析，像你分析氯离子啊，硝酸根离子。氟离子，那么这些这个在你的 UV visible 这边，没有很好吸收度，我们叫做没有很好的一个吸收吸光的一个这个方形柱基管，我们叫 chromophore 就是在 UV visible 的话呢，就是吸光的这个方形柱，比如说你有 benzene。或者有这个 double bond， 他们就可以 double bond。那它这个吸收微光很好，我们说它有啊，像这个 benzene 呢，这个 double bond， 它会吸收这个微光。我们说它有一个化合物呢，有这样的关联基，它就具有吸光的一个基板，所以它具备有吸收 UV visible 的一个 chromophore， 有这样的一个 chromophore。那像这个氯离子、硝酸根离子、氟离子。基本上这样没有什么吸收的这个吸光的这样一个关联基，所以你要用 UV 光去测，效果很糟的，效果很糟。那所以我们在测氯离子啊、氟离子、硝酸根离子，你们记得吗？离子程析啊，我们是用什么来测？方医生，测氟离子、氯离子、硝酸根离子，那测定完了，没问题。侦测的话靠什么？啊？光，光是什么？我忘记了。啊，我这边那个，其他都知道，能做实验都知道。啊，包括啥子？电脑对不起，啊，这个我们这些是我们几乎还要考的离子程析。所以对这个离子的话，像这个氢离子啊，那么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吸收的关联基啊，没有光谱，所以说去测它的话呢，用电导度计测它的电导度呢是很好的。那假如你实验室就没有电导度计。那我们讲过 LC 也好啊 ，C 也好，最常用的配给你的就是一个 UV 光测吸收度。那么 CS 呢，就是没有电脑度计，没有电脑度计你要去买。那所以做实验的人就想，我可不可以啊，还是用 UV visible 的这样一个仪态去测本来的非虚物呢？不具备
这样的 Chromophore 西光集团的这个这些分析都可以预测。那他想到一个办法，就你直接还没有吸收嘛，那他怎么办呢？用间接的这个 indirect detection， 间接侦测。所以这个是后来也普遍在发在应用，是你原来没有这个特性，那我现在一定要用这种特性来做侦测的话，你只好靠这个变动办法 indirect detection。 怎么办？那你必须要在你的流体液里面，在流体液里面你就故意的加进去 chromate， 像这个例子你要测些 UV 本身它的 UV 服吸收不好，那我就在你的流体液里面呢故意加进去一个具备很好吸收度的一个对比的离子 chromate。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我的流体液在通过的时候，本身因为有一直都有 chromate 通过，所以它一直有吸收，所以它吸收度呢是比较高的。那当你的分析物离子出来的时候，那些分析物离子如果它的吸收度都不好，就它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吸收度是下降的，所以这些病人看起来是往上跑的，那事实上它吸收度是减低的。就理论上减低的话是往下嘛，那么这个比它很简单啊，就正负把它反一下它就往上，因为它习惯并希望是往上改，所以它真正吸收度是背景吸收度很高，因为它一直有的 chromate， 但是分析物离子呢吸收度不好，所以它的下降低的很高的，所以它应该都是负的病。那负的病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没有关系，就是你是跟背景比，你的信号呢比这个背景高也是信号，比背景低呢也是信号，都是一个信号。那只要这个增加也好减少，它的这个程度呢，信号的大小跟你的浓度成正比就 OK 了，所以正的信号负的信号就 OK 了，没有问题。好，这是没有办法之下的办法，这个你一定要去迁就你的 detector 的话呢，就要用 indirect detection。这是目前呢，也是已经普遍在用的一个办法。万一你的这个分析物对象，你用的 detector， 你用的侦测的这个方法，它的表现不好，那你就要在流体里面，你的背景里面。分析物，chromate 加进去，它有吸收。那个分析物进去呢，它没有吸收，我吸收的不好，它就有差异性。那这个差异性呢，就是一个病。所以这是一个 indirect detection 的方式。所以课本上叙述是这样，当这个分析物从这个肝跑出来的时候，这个背景信号比较高嘛，所以分析物跑出来之后，那个信号变小。那这句话意思，英文写得很好，非常简洁的一句话，对吧？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同学有没有问题啊？这道理很简单啊。那这也都是做实验的，做最研究的，他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解决办法的一个，解决了一种办法。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看嘛。我们的课本呢，标这个30C，C 这一个解啊，是 C 的一些应用。那这个 C 呢，代表所有的这个 C 呢，一解30C 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不同的都是 C， 为什么新闻里面呢，加高加电场，电圣的带动。电色，那么带动，然后呢进行分离。那但是呢，它的分离的机制不太一样，就是毛细管里面它有些变化，却有这些不同的种类。那我们刚才讲到现在，
毛细管里面空的，就是毛细管里面就是用这个最原始的毛细管，里面不做任何的处理。像第二个 capillary gel， 这毛细管里面呢要装这个凝胶把 gel 把装进来装。其他的话也是一样，要做一些事情，毛细管里面来做一些事情。那么二三四我们就不讲，这些我们就不讲。那这些呢，在深刻应用、深刻应用、你们的应用里面会用到。那我们有没有时间？那也不想再多讲那么多了嘛。刚才有人讲，不要讲太多。那所以呢，对同学来讲，你至少把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空的，毛细管里面空的啊。我们就叫做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简称 CZE， 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呢把它弄懂。那其他三种只是对它呢做了一些变化，变化有不同的效果，或者某一种特别的应用啊目的。所以这个基本东西弄清楚，我想这个基本东西就够了，就够用了。那除了第一个之外呢，第五个目前是，就是我们对分析度来讲，第一个最常用，第五个一个比较常用啊。好，中间的二三四呢，在生化上面啊，应用比较多一点。还有最后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讲的内容，这三个部分，就这三个部分啊。对。那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就是我们讲到现在讲的都是这个方法，就没有做任何处理。一个毛细管里面呢，就是你的疤痕，然后呢，这个正极加负极，就是两边啊，加一个疤电场。那如果说溶液里面有这个有一个非吸物，有三个成分的话，疤电能一加，这三个成分如果它的 charge 就 size ratio 不一样，它在这个。从正极往负极一段过程里面呢，它都会分开。这个方法最基本，我们就叫做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所以讲到现在为止，这个毛细管的这样分离的方法，它就是一个毛细管的一般的躯干电泳啊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CZE。就这个地方不再多讲什么。在课本里面，他对这 image 的分离呢，他有多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上节课啊，有些啊，你在讲说，哎，假如说管壁震的话，这个那个电渗流是不是反向？没错啊，他要做一些事情，课本上有特别去强调怎么去做，这个地方我们都不讲。特别去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啊，就讲最简单的吧。这电渗流呢，从正极往负极分，然后需要内壁带有负的 charge。那下面就是一些应用的例子。那这些例子当中是一开始做实验的，一开始发展这个C的时候。大家跳进来，就比谁快，然后谁做的这个结果能够比别人棒。那么各位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典型的啊，这个是电泳晨曦啊，这个电泳的这个晨曦图啊，那它是分离30厘米，从一到三十厘米左右，跟毛细管电泳啊分离。然后它在多快的时间分离出来？三分钟分离30厘米，分离的效果还算不错啊。所以其实蛮恐怖的，出来的时候是蛮恐怖的。那各位看一下 detection 呢是 indirect bouncing，UV indirect bouncing， 波长设定在250，这个 UV 的这个波长用间接侦测，有很多的例子它。在这个波长吸收度不好，
所以新一刚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厂商就马上投资生产，然后要大力的推广，目标呢就是成为英语子。那各位在讲到 IC 的时候，这英语子分析呢，这个市场都是被这个 Dynamics 那个公司啊，就能做实验的 Dynamics 那个公司霸占全世界的市场，一家公司独占，那市场很大。然后这个英语分析呢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实验室，全世界各地的各地做的事，所以说那家公司就投资下去了。你看一看就哇，效果干嘛，又快又，那个效果也很好，然后大力推广，那结果呢，并没有很顺利。所以现在一般的实验室要每天要去分析今天水里面的病例子的话，还是还是，为什么？它虽然分离效率不错，但是它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它的在线性不是很好。它出现的时间呢，它的在线性不是很好，这是它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在一般这个固定的定义分析、阳明分析呢，大概还是用 IC 比较多。那这是定义分析，这是阳明的分析。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它是第一组的、第二组的，还有蓝系，就是尖部，如果是蓝系的话，是应该是稀有的，这个蓝系金属是稀有金属。我把它送我翻译，就是这个尼纳甲，这个第二组尖部啊，每代四倍啊。然后这个蓝系的这些稀有金属的19个，在2分钟都分开了，那当然也是很厉害。那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再现性，因为再次秀下来，那它用的还是一个 indirect 方式。那另外呢，就是药物抗发炎药的药物的分析。用的是这个毛素的用这个来做这个实习。好，那我们就今天休息好了。